替我准备一束花，我要去看过往的好朋友。阿孙，坐。坐。你讲的迄间厝，我已经去看过啊。我嘛唔知影伫啥物所在，我请因哦直接跟王大叔联络，我就无插这件代志啊。无插嘛好啊，即马外口有风声就安尼。方委员一直伫找你，等伊落选哦，换我去找伊啊。你的脾气哦，也是无改。无需要改啊啦。听讲这件代志跟药膏有关系，敢有伊的消息？我嘛一直找药膏，也毋过一直找无人。我想啊，这件代志应该是彭水龙伫遐乱吠啊，也是真正药膏。这彭水龙敢有机会出来讲话？十七年啊，你来继续。替我注意耀哥的消息。我知啊。先啊，刘雨欣在等啊。啊，你食饱未？也未啦。啊，你开车开遐尼久，一定是忝的吼。没啊，没忝。哎，这到底是什么批哈？我看你这个哦，想要给烧掉，还阁无烧掉。喏，是叫我偷看。我就算要偷看，我嘛袂伫咧你面头前偷看，我无遐尼戆。什么意思？是你要好看的哦。也不紧嘛。我拄着一个改变我的查某人，是伊予我勇气，会当去面对过去，放下过去，甚至我开始期待，甲伊继续交往。一直有一个你爱的查某囡仔，十多年过去啊，你无想要有遗憾，想要甲另外一个查某囡仔好好过日子。我来有足侪代志，你拢无开嘴。不是你不愿意讲，是你不好多讲。咱两个即马手牵遐尼硬，若是今晚就用草泥来面啦。是不是当互咱有一个机会？用心实在对方，我早就和你看透透啊！是我的用心实在你，你有足侪秘密我拢唔知影。较早咱是朋友，我真侪代志无需要讲。啊，不过咱即马唔那是朋友啊、哦！你所有代志我拢是袂了解。
会当讲的，我绝对袂骗你。也毋过有一寡代志，我会先保留。你也相信我，你毋知影比知影较好。敢讲你是同一番？我也是同一番。我踮去关区遐，我嘛早就互掠去啊。那安尼就无啥物代志是我袂当知影的啊。李守山，我真正希望我会当予你幸福。我希望你遮永远都袂搁疼。欧巴。